问题是我现在就很憋闷。哪儿到哪儿啊？感觉好多了，谢谢，也不用了。下次生气的时候，记得我对你的好就行了。嗯。何正月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该不会是偷偷喜欢我吧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抱我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。